开五十五题啊。他说关于简谐运动的系数哪个正确啊？在平衡点时速度最大，这个对了。啊，加速度为零，这个对。在平衡点的时候不受力嘛，所以加速度等于 A 是对的。在两端点加速度最大，这个对了，加速度最大。啊，瞬间静止呢，速度等于，这也对了，你也对。C 加速度方向横指向平衡点，这个对。哦，因为呢，它往这边的话就伸长嘛，所以拉力往这边，拉力往这边压缩嘛，所以推力往这边，所以横指向的平衡点 ，C 是对的。诸为等加速度之间有错，是直线运动，但不是等加速度，所以答案应该是选 A、B、C。